车讲解。五十铃消防车，国内又名庆铃消防车，选用重庆五十铃二类汽车底盘，其底盘为载货类汽车中高端商用车型，得力于日本汽车优秀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。庆铃以高集成化、极低故障率赢得政府消防队的青睐，目前军用消防车中庆铃消防占据近半数国产消防底盘份额。三吨庆铃小五十铃的水罐消防车，配上海荣深 CB10-20 消防泵、成都威斯特 PS20 消防炮、1.6米长排接应警报器、回转开关、取力器控制开关及指示灯、管路系统、液罐、九扇铝合金、连式卷闸门、器材箱及泵房，配消防水袋等常规21样消防器材。